Happy New Year! 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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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y? Yeah, 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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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y? Woo! 大家好，新年快乐！就算红配绿，生活还是要继续，跟着它的旋律。我丢个黑色的鸽子飞射，射到你灰色的耳膜，就像个镭射。盗版是怎么回事？现在的唱片公司同事都说，镭射被一个锤子用力的打是哪个让人唱歌？这位置不可能再找麦，只是预示麦霸。如果有更好的未来，我看不出来。因为 try 我的完美世界爱一直都不肯来 WHWHYY 就算红配绿生活还是要继续跟着他的旋律 Media 疯了我将没有用了已经不同了因为你那里空了什么人红了就被你玩弄了难怪最终都俩红了蔡文莲是媒体让我无奈是谁是非阿非阿妹阿狗仔对他是不是 gay 你给我滚开 Why WHWHYY Come on Tell me 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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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此段请麻烦你洗耳恭听昨晚我入定在屋顶上被一只乌鹰吓醒他的人生哲理跟我分析他说世界和平要从自己的心里开始做起我拿起了原子笔抄下了这个笔记马上谱曲中版的舞曲丢给了 Sony 独家 KTV 大家的反应都说好听但是太难了吧我不相信、oh!这个词飞射射到你灰色的耳膜就像个盗版是怎么回事现在的唱片公司同事都说沸腾的心情转冷本来的精神病反过来变成神经病时代的人都想不开这是什么时代这环境让我太无奈但我离不开 WHYYY Happy New Year, Taipei! Woo! 刚刚那首歌就是再回顾一下2002年我们国语歌坛经过很多的风风雨雨但是2003年会更好对不对